在这里发现真相。正要亲他的时候，我头只要稍微一瞄，我看到床头有一个用过的保险套，然后我就这样把腿放掉了。当然，他第二天给的解释就是说，哎呀，那是前男友留下来，但你太幸运了。今天台湾的台视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享时尚。